择。要说什么没说完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说完了，我现在等你。真的不用在意他，不用在意他。嘴巴相比，对不对？哦，开关没开。好、哦，耶、yeah! 耶。嘴巴相比此嫌麻烦，眼神中关怀那么满，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。在人前从来不浪漫，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。嗯，最懂得